班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的，人很多，然后可以去看老师。你也要绕好哦。那你希望以后，那你希望以后的那个同学会在什么地方举办？那有一个地方就是学校的老师，我们一定要去走一趟。那你认为呢？家人也可以来。会的，有没有优惠券在哪？优惠券找我的话都是员工折扣。是哦，好啊，那以后我们同学还有朋友可以来找你。你会增加你的麻烦吗？不会，增加我们公司的收入。越来越轻松了。谢谢大家，那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40年的朋友、同学啊，希望我们每一年都可以举办。每一年吗？对，每一年可以举办，然后人数越来越多。你都会参加吗？会，我一定都会参加。这个话我最喜欢听了，好高兴。对，一定会参加，一定会。那你对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很满意，只是人少了一点了哈。对，我们一个赞。没关系，因为第一年人少，然后第二年人又越来越多。都满意。因为刚才你讲我办一个举办，我怎么哎呦不行了，我没有那个能力了，我们在讲啊，拜托一姐一个。没有呢，没有能力。真的没能力，我们在讲啊，拜托一姐一个，然后一姐这个今天刚讲，一姐都想问，各位同学是安尼好，咱都感受到没？都是要跟你忙的，但是恁太太也要忙。我记得啦，我哩忙。真的不简单啊！希望咱以后会当够有机会，大家聚一聚。所以明年若要过安尼是吧？应该是袂啊，甲看到拢知影啥物人啊。对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你们。那个纯艺人同学，今天的同学会，你觉得？那都几年没见了，很高兴。哎呀，过一下。出来了。你越来越年轻了，越来越漂亮了，跟18岁一样。不要一直进来了。谢谢，感谢嘉言还有慕勇他们两位这么策心、这么用心的策心、用心的策划，得了30几年见世面很难得，今天以后。如果有你来举办，你觉得呢？不行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举办就不行。不行。很忙。对这次的同学会有什么感觉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想象的，意想不到的，什么？意想不到的，那个太羡慕了。爱吃甜甜哦，爱吃。我的太混蛋了啦！是主办人，参加老同学，赞呐！赞呐！大家好！新华新华系啊，我哩一届来哦，同学有啥物心得啊咧？做少年的我上老啊！我有什么心得？来，我哩发表一下意见。大家都好。你今天来这边高兴吗？很高兴，大家那么久没见面，今天很高兴。对啊，我们同学鼓励一下，让没有来的人也能知道你。感谢你们。刚刚那个男班有跟我那个自信，他说我们玩得好，那说好玩，很棒。真的感谢你。在这边共襄盛举哈，我本人哈也非常的感谢，尽了力了，只能来这些人，因为这么不巧嘛，这天要来是草木，草木大家都草木比较重要嘛，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次的同学会哈能举办得更精彩，然后大家同学都会尽量哈来参加，最主要就是说感情的交流嘛，好，谢谢。今天大家的参加，叫过来，叫过来，我跟您讲哦，就是这个地方叫桂花巷，桂花巷，你看到的旁边的桂花都已经有上海，很难得，而且这里的桂花是四季桂，表示说这边的空气很好，水质很好，它可以四季开花。
还有呢，再继续走到哪里？啊，你来更好谢了。走着继续走。不画呢，不画呢。我老爹。你一定就不明白。哎呀，所以你看到没？我的旧的，我是去年再把那个全部用扫描，把它扫描过，老旧片都把它扫描，一张一张都扫描，我扫描超了一个月。那年级啊，那个。我利用到那一个月的时间。你跟家里，家里。